啊，大家也知道他的手印，这个两手交叉，啊，两手交叉这种手印，啊，师尊常常有时候啊，在做这个念百日明咒的时候啊，经常结这个手印，或者这个做大礼拜的时候，先结这个手印，然后再做大礼拜，用金刚铃、金刚杵这个做手印的。